我已经到家了，现在准备了一下所有的东西，也现在我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做今天的晚饭。现在给你们看一下我准备好了的东西，这就是我今天买了的东西：番茄、猪肉、白菜。和朋友们看一下，我已经告诉了大五，我今天给他买了一下蔓越莓，我问了他认识没有，他说了没有。如果你们也还没有认识，我就给你们介绍一下。这个莓是酸酸的，不可能，就是不是不可以，可以，但是可以直接吃，但是真的非常酸。现在我的第一步是弄一下肉，就是沥水。这边是我们的肉，这边是我们的番茄，我然后做一下番茄炒鸡蛋。朋友们，我已经做完了今天的晚饭，现在给大五尝一下。我们一起吃晚饭吧。肯定，我们一起吃。今天老婆做了很多中国菜，番茄西红柿炒鸡蛋、炒白菜、红烧肉，还做了一个什么果汁吗？纯天然果汁是吧？对对对，饮料。谢谢老婆。哦，那我们吃吧。吃吧。要不先尝尝你自己的肉，自己做的肉。谢谢。你吃多一点。谢谢。好吃。好想好吃。好吃。好开心，好幸福。好幸福，因为吃好吃的晚饭吗？对。好像我已经学会了做的中国菜快一点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你现在做的相当不错。大家看这个做的这个，虽然大家尝不到这个味道，看这个样子就知道了。可以。不错，可以。非常能干、贤惠的老婆。谢谢。爱你。谢谢，爱你。那我们继续吃，我们努力吃。对，我们努力吃。那我们是不是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？因为我们要吃晚饭了。3、2、1，朋友们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关注我们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